欢迎收看瑞绿窗光的频道，我的绘画之路。最近韩国火红的团体 BLACKPINK 又推出了最新的单曲，不仅歌好听，每一个团员颜值都爆表。所以今天我要绘画的主题是 BLACKPINK 其中的一个成员珍妮。这是他 Bazaar 杂志中拍摄的封面照片，中珍妮诠释多重的魅力，猫眼妆搭配烈焰红唇，充分展现出魅惑之美。难度最高的就是性感红唇的表现，一没画好嘴唇就会很刻意，像如花一样的突兀，所以要很小心。经过好几个小时绘制及修整，最后终于有 feel 了，跟大家分享我的说时创作 BLACKPINK 珍妮。